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为你播报12月13号礼拜三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秤座，今天呢是想要职场换跑道哦，接受各种挑战可以展现自信。巨蟹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坚持梦想啊，努力不懈，可以成为升官的大黑马。牡羊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财运高照，小钱不断呢，偏财运还特别好啊。那么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的，分别是双鱼座的朋友啊，薪水不涨呢，导致你想要跳槽；双子座朋友也要小心，是感情的误会哦，彼此呢冷战状况啊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你使用，火象星座请用金色数字9，土象星座请用黄色数字2，风象星座请用紫色数字4，水象星座请用金色数字7。